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牛尾扇，把牛尾的毛搔一下，把牛尾烧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收拾好的牛尾切成小段备用，起锅烧油，姜蒜桂皮八角香叶下锅，加辣椒，加料酒，生抽，适当的老抽，盐，下牛尾，加山泉水，盖上锅盖炖个两个小时。家人们，看都看到这里了，你们能点开我的视频都是缘分，路过十个人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免费的双击加关注，我就非常非常知足了。关注我，带你们了解神秘的湘西美食，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。